做了新的进展。那么最主要在下部试点它跟所谓的无上瑜伽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在做下部续点的这些本尊的修持的时候，它并不需要有像是无上瑜伽部里面提到的你要持守这种叫密乘戒或者叫持名戒，指的譬如说一些咒语上的一些持诵的这样的一些戒律是不需要的。所以在下部密续里面最主要它强调的重点要持守的是菩萨戒。他等于就是他下面的呀，等于这个，那感受到他。